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全球暖化。在讲到全球暖化之前，我们最近是不是天气是不是有越来越热？在南极冰河，那个北极熊的家也会慢，那个冰也会慢慢的融化掉，就会变成水，变成水以后，海平面就会上升，海平面上升，住在沿海地区的人，他的家会被整个淹没。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不要让全球暖化。我们的地球有一层大气层，那个大气层就像外套一样，如果外套越来越厚，那个热也很难出去，然后就会让热全部都在里面，就会造成太热。那包围地球的大气层里面主要有甲烷、水蒸气，然后二氧化碳等等成分。主要的二氧化碳还有甲烷会吸收热，因为它会跑去大气层，然后就会包住整个地球。那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。好了。在家里，我们可以节约用水，分类垃圾。我们自己的话就是，如果很近的路，就不要再开车或骑摩托车，然后可以走路去，或者是骑脚踏车去。如果很远的地方，就尽量搭乘大众运输，减少碳排放量。我们的报告结束，谢谢大家。